每天背着的那些吃的，还有菜，还有肉，还有两桶水，都是我们班里的兄弟在上做饭的一些工作。对，包20公斤左右。我之前膝盖就有点疼，现在穿上这件衣服以后，对这个膝盖和腰还有防护的作用，背囊的重量都撑在这个架子上，就不会吓到人。